个是秋冬，因为它做鸡皮的，然后因为它，然后它就做的比较长，今年很流行棉，然后对，然后因为它是软的材质，我们就可以这样搂着拿，就是也是就是穿牛，对啊，这样走就很可。而且这个的时候，那个自己在那个 KTV 玩的时候，也可以当民族舞蹈的。有人在唱歌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对啊。没有那么多功能的。对啊，还有武则天啊。好。真的，然后因为他就是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改的材质是那个鸡皮的，所以我就觉得。但保养很重要。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所以这就是我的小包包。嗯，好的，你有哦。我的小包不要那么小，可是我的小包其实对大家也是大包哎，而且这是一个我刚都是刚买回来，是去法国，所以我要推荐。而且去法国我觉得好可怕，就是你的那个价值观就会扭曲，就觉得到那里就是扭曲，就是在台湾怎么样算台币，不舍得买到那里，到那边可以买，好便宜，真的。而且我觉得是那个氛围耶，一到柜台你还要等服务员，然后你知道就是大家都在买的时候，你就觉得而且不买太可惜，对，好不容易等了半个小时，等到好了买了。真的，而且到了那边还有他出国的伴侣也非常重要，他的伴侣就是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像我都会不太讲话，因为我很害怕回去的时候他们会怪你。但有几句话一定重的，比如说他在拿包叫你看的时候，其实你在忙，你自己也在看，对，那你回过头你说这是你的，他跟定了，对，跟你默许，你这几句话你就完蛋了。如果在台湾在买的时候，你陪朋友去买的时候，你就像 Emma 讲价值观，有时候那别人拿一个包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说，这没硬吧，不好看，就会说不适合你或什么。可是真的到欧洲的时候，他一拿起来，我说你怎么不买呢？你来到这里，是啊，看你工作用这个包多好用，这 size 刚刚好。而且你常，而且你今天这衣服跟这，我跟你讲，就这个颜色，台湾绝对不会有。而且我们去的时候也很糟糕，他们先用第一句话。欧元贬值，第二句话还会退税哦，对，你就整个傻了，然后就说一台湾一定比较贵，所以我去，而且他们就说巴黎是花都，导游一上车就说花都，快来花都，花钱的都市。这次去法国就比较冷静，我就买了三个包，可是都是三个包还算冷静，法国的品牌，就是你要买法国当地的牌子，对。那像这个就是他们现在串起的那个 Sandro， 就是他们有三个独立设计师，对。然后他们就是有被 LVMH 那个大集团买下来，所以算是 LVMH 集团买最中价位的一个品牌系列了。然后它就是也是今年会流行的水桶，然后它还有流苏，然后它可以提之外，它也可以背。哦，对，所以它是比较，哎，真的耶，看起来很大，你背起来小小，是不是？这就是我的小包。另外一个我的小包其实是这个牌子，就大家都有的吧，最大的 size， 可是它好大哦，对，它的很大。哎，它的比较特别，对，它这是比较特别的版本，就是这边有多一圈的链子，然后也是一个失心疯跟价值观偏差的瞬间，就是一般的样子没有这个链子的时候。假设是13-14万，譬如14万，可能这一颗可能当下看可能要18-9，或20，然后你当下就会觉得我当然要带一个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再不一样，然后5万块，然后就说不定可以粘完整个包了吧？因为这个包我会后来下手，是因为它就是所谓的好多年的。被选出来的十大 IT 包之一，就是你一定要拥有，然后它会一直出，然后它永远都在涨价，所以你就觉得，既然去了，你到老之前都还是每天就是放在你家的衣橱，让它生利息就对了啦之类的，所以就当下嘛。然后去法国小尿店，你要看的好看的 boy， 它去一定都是从里面的办公室拿出来的，它绝对不会放在架子上面，所以你要进去很精准的告诉他你要看什么包，他就拿出来。所以它只是多了一个链子，就多了5-6万。不要再刺激他了。3圈的链子，对，然后他在我身上，其实这个 size 也就是我的小包，真的已经是他们最大的 size， 我就很爱。嗯，来，我最小的包是这一个，哇塞，好可爱，因为我之前其实想要把这个预算呢拿来买他们家的铆钉鞋，然后就觉得鞋子就是几乎所有女艺人都有，对，都已经穿完一轮了，我就想说，哎，既然一样的钱应该拿来投资在包上面。Emma， 你说我帮你粘就好啦。对呀，因为他很有诚意耶，之前面说什么？而且他那个
的是熔度，而且我的这整个是金属哎，我还可以镶水钻，而且它有功能性哦，就是现在链子就是功能性，是不是？它的链子也可以调长短呐、啊，所以它还可以斜背，每个包都这样，对，一定要一下，哎呦，然后可以手拿可以背，而且它中间又是因为就是你不觉得到了秋冬一定要有的就是动物纹跟马毛吗？然后它就是这样子拼接，然后你就觉得很有气质，好好看，很可爱。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已经介绍过的，就是经典款，所以我的是最普通的，就一开始买的。我收藏的这个包呢，是我们台湾人之光，也就是我的偶像发行人他，王发行人他把这个品牌给买下来了，然后在巴黎呢，买了自己的店面，都是他买下来，没有任何贷款。哇塞！然后我很喜欢收藏包包，我喜欢收藏这些东西的原因是看它的工，看它的故事，还有那个师傅，比如说 H 牌的那个爱马仕的，我就有固定的一个 Doctor， 他帮我做包包跟指定是跟治疗我的包包，然后这个 Sugar 这个呢是他，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拿这一个牌子的包包。然后我就爱上了这个包，然后看到它的每个工，它这个不是，它这个珠子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工非常的难困难，然后它的这个吸铁，你就会觉得它是那种进口车，有没有？是，只要轻轻的一关就好了，它就吸进去，不用这样子啪那一种，没有，你就轻轻的一弄，就是会咻这样吸进去的那种声音，好有 feel 哦，对，然后很有画面，然后呢？我的这条裙子是发行人送我的，好看。这条裙子呢，在十二生肖是在巴黎总店的一个他们的门面很大的一个门面的一个屏风，我看到了屏风很大的一个屏风，然后是他的设计师绣上去，一针一线去绣上去的大屏风，他把剩下的布帮我做了这条裙子，哇！然后我更感动的是，对，他帮我做了一个这个包。知道我很爱 Sugar， 所以呢，他就帮我做了这个包。哇塞！而且这是全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在卖，这个是没有买的，这是发行人，发行人他自己本来收藏的，后来呢，他就送我了。这个好好看，好看哈！哎，大家请可以摸一下吗？对，可以。然后因为先介绍小包嘛，我为什么要讲 Sugar 呢？是因为我懂你的笋的感觉。对，刚也我也笋一下。这个是。Mini Sugar， 它的 mini， 这个的 mini 版，然后呢，那个他们说全台湾只有我有，林青霞有，蔡依林有，这么多人有啊，没了，而且你也买不到了，哇，但是这个包包已经没有了，所以呢，看可不可爱 ，Mini Sugar， 可爱吧。可爱，而且它配流苏好可爱哦。对，流苏是他们的经典，就是他们的元素一定要有流苏、珍珠、短对编织的东西。然后的它在柜，当然这个你已经买不到了，但是它在柜上呢是有粉红色、白色、蓝色、黑色都有很多。然后这个是因为它特殊材质，所以它大概10万块有找。但是其他的大概都在4-5万之间，你就可以买得到，可以收藏得到。是的，这是我的小包，好看，好，我以后会常拿。接着下来呢，就是要看看老师的经典小包。应该要让这一段压走啦，因为他那一段是说实话就是没有真的找不到的。我还有一个大包要压走。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呢降到凡间一点哦，是，就是因为它那些是真的是博物馆级的嘛，但我们降到凡间一点呢，一必须在凡间里面，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很想要的这些包款哦。先从跟你这些小包包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来去看一下，我第一个先推出的是这个，好啊，这个你看呢，在这一季的包呢都是极小化啊，那像这种呢包呢，对，跟新梅姐那包一样，就是它一年或者很多年它就出来一次就好了，它
它就是出来一次，它的目的性就是我要让你在不管是 party 还是晚会上呢，你会印象深刻，很小巧的出来一次。那这个当然你可以用很豪华的礼服去对应它，当然你也可以用极简化的部分，比如说就像那个思璇穿的很牛仔裤啊，很那个很轻松的，你就故意拿了一个那种很大的反差，这样的部分也是可以的。好，除了刚才那个这个包呢还不算小哦，那我们来讲到呢稍微趣味性一点的包。这一拿这个包就知道了，有没有看到？小时候的，这要放什么了？哎呀，这是小时候我们那个有没有？对，你小时候有经历过这一段吗？黑人哦，小时候的黑人哦，长大漂白。那奇怪，干嘛要卡在这里啊？有比较舒服啊。那这个包呢？这个呢？它自从呢就是开始玩一些翻玩啊，从一些什么素食店的包啊，一直到翻玩到现在开始啊，都会做这种。这种比较趣味型的包啊，它现在这次做的又更小了，小的不得了。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找一个那个矮冬瓜来试试看的，你来背背看，还是很长哎，还是背不完，其实放在他身上都好合理哦。是啊，而且很 Q， 对，好可爱，对，跟你今天的首饰衣服都也蛮搭配。里面的话，你真的是放卡、放个眼镜、放什么的小小的饰品都 OK。对，因为它是软壳的，所以还蛮好用的。好，然后呢，我们来试试看啊，那个比较高个高大的，来，我们来试试看。应该也是可以啊。OK 耶。啊，你背就像很像手机壳哎。对啊。你看今天的服装这样子也是 OK 的。可以啊，我都不行。很像手机。对，所以你下次不只是那个大包了哦。哎，真的耶。然后呢，再来呢，就从那个包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里。也是呢，像刚才那个鞋子的品牌哦，一看到这个英文字母就知道它是闪电型，它就是专门以做鞋子为主。这个包款也是很多名人在拿的哦。然后它这一次这个包款的特色就在旁边的这个，我有一双鞋上面就有这个，对，就有这个，对不对？它有好多，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就是它所有的这一些的包款呢，几乎呢都是要跟你的鞋子做一个对应。我有一个，这个是深蓝色的那个牛仔布的，但比它大一点。那我也都背的，不是我都背的，就这样背就好了。竖的这一面，但是它的字 logo 太明显了，我就买一盒蜡笔给桃子的小孩，请他帮我画。真的假的？